大家好，我是松仔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 Epic 商城推出的两款免费游戏，分别是《异形隔离》和《命运之手2》。免费时间截止到4月30日凌晨1点。《异形隔离》是一款第一人称生存恐怖逆踪游戏。艾乐离开地球的时候，向他的女儿承诺，他将在女儿11岁生日的时候回来一同庆祝，但他一直没有回来。15年后，阿曼达了解到他的母亲所在飞船上的飞行记录仪已经被找了回来，于是阿曼达来到Sevastopol 空间站，希望解开母亲的失踪之谜，却面临着未知的威胁。在迷宫般的 Sevastopol 空间站，迂回行动，从可怕的处境中生存下来。在毫无准备、装备不足的情况下，你需要用尽智慧和胆量才能活着出去。命运之手结合迷宫探索、动作角色扮演与牌组构筑等要素的命运之手，曾一度到了世界尽头的13道门前的 Dealer， 在续作中为了复仇再次归来。尽管过了一个世纪，情势早已全然不同，但唯一不变的是人们所拥有的筹码依旧是生与死。在命运之手2中，一位全新的英雄将向发牌人 Dealer 发起挑战，将这个具有无限重玩价值的灵活桌上游戏一手掌控，解锁全新卡片，打造你的冒险，在实时战斗中击败你的对手。趁着免费赶快入手体验一下吧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三连关注青春永驻，我是松仔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Toss a coin to your witcher, O valley of plenty, O valley of plenty, oh.